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任何一个有苦难有灾难的地方必定有慈济的慈悲视线。特别我以前很喜欢去医院，我就看到只要有往生者，在很多医院就看到有慈济的制服在那边穿梭，后来看到报纸更是如此。而且我们慈济功德会的，以前我还不认得，因为我都认怎么脸都长得一样，衣服也一样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，因为每个人一心一意要把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展现出来，去帮助受苦的。特别在街头上，我很羡慕在街头上，只要这个世间社会有灾难，那这些菩萨要放下身段，在十字路口为这些苦难的这些灾难众生募款，我最羡慕这个了，因为这是一种愿意接触众生，
事实上，我们哪里有苦难，并不是我们跟他要钱，而是我们让对方种福田啊。所以那时候翁师姐跟我讲，就我们不是慕钱，我们是慕心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具有人心。为什么让对方升起一个悲心？所以用悲心来帮助这个苦难，我想可以把佛陀的心髓就透过世间的种种的变化无常展现出来。所以如果人家很多人问我，那你们出家在干嘛？出离自私的家，走入慈悲的家，就是要去做好事，帮助别人。这个跟学什么法门或什么宗教可能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慈济所展现出来的让人类找到希望。因为这个世间科技、经济、政治、武器都发展到极致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人类的悲心啊。所以我想慈济功德会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不分宗教，去展现佛陀的大爱、悲心、关心对方啊，体贴对方。所以我们早上，然后我们这一车就看到了，哎，你看太阳那么大，他们还在那边挥手。我们出了门口，他们在合掌啊。我说对啊，我就羡慕这个啊，我也有几个小小道场啊。我们那些菩萨也不会做这么事啊，你赶快走吧。你忙你的了，我忙我的嘞，啊，我说，哎，下回我自己去合掌算了，啊，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无论如何，这就是一种训练吧，训练自己去亲切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就跟我们道场的法师菩萨说，哎，以后办法会，我们大家站在门口合掌啊，感恩感恩。欢迎欢迎啊！走的时候又赶快跑到门口啊，继续合掌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因为我以前是基督教徒，因为我本来是传统道教啊，我们家里反正都是大家的拜一样，观音菩萨、关公、土地公啊，就这个很传统的。后来我去学校上课，经过教堂，然后教堂的牧师哇讲了很流利，比我爸爸还好听的闽南语，微笑。然后呢，就下课就经过那个教堂门口的牧师，就是这样微笑微笑，因为牧师的微笑亲切的语言，那我就走入耶稣基督的心了啊。后来我又去天主教啊，因为我觉得有那边有爱啊，我爸爸好凶哎啊，那边好温暖哎，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这些慈济的师姐各展神通，每个人煮了不一样的菜啊给我们吃，那事实上那就是一种关心啊，就像妈妈的手艺一样，如何让别人得到快乐离开痛苦最重要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是，虽然我们要帮助所有众生离开痛苦，那首先你要让所有众生快乐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很爱很喜欢让他快乐，就像我们要让小孩子读最好的学校，用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对他的悲心就会越强，因为不忍他受一点点的苦。所以当然首先我们叫不管走到哪里，就要想尽办法讲笑话也好啊，让别人快乐也好啊，所以乃至用一个好吃的东西给对方也好啊，然后进一步你才能够体悟他心中的苦，不忍他受一点点苦啊。所以当然佛教讲的是慈悲，在佛教的基本原理是智慧，但是呢佛教里面由这个智慧的空性表现出来的就是慈悲。那首先当然我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慈悲，难道慈悲是强迫去做的吗？那我想
静思，我们要去思维为什么要慈悲。因为佛陀讲了最简单的不共于世间，应顺导师称为大乘的革命，那就是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。这个无我空性智慧是讲的是缘起性空。那这个空性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离开对方，我们绝对不能单独存在。离开太阳、空气、山河大地，离开人、动物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蜜蜂，全部人也会死掉。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蚂蚁，那这个世界也会产生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佛陀讲空的意思是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，而是任何人的存在，一花一草一木的存在，都不能够离开外界的所有因缘条件。就像你个人的生命存在，不能够离开爸爸妈妈，不能够离开老师，不能够离开医生，社会各行各业各提供了他们的专业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存在，暂时的存在。所以了解这个智慧的道理，你必然去慈悲。为什么？感恩对方啊！我想慈济功德会最常讲的两个字是感恩哦，啊，感恩。所以我想为什么感恩？因为你我才可以存在，因为你我才可以修慈悲心啊，乃至因为你生病让我找到自己。为什么？当我去为你的苦难奉献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才找到自己。哎呀，很踏实，很平静。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说，我去爱一个人，占有什么东西，我会快乐。事实上那是痛苦，那是一种执着啊，执着。因为依赖别人，抓住，那是一种痛苦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。唯有无私的慈悲去帮助别人，那才是智慧证得空性，达到平静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想我在家的时候，老师说我就有参加慈济了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就反正负责捐钱嘛，看谁捐得多啊，我也捐了不少，所以他们就带我去见上人了啊。我在家就见了，我就想哇，好伟大啊！所以我那想说我是男人呢，哇，那些都是老板呢，哇，我们去拜一个女人哦，啊，那是因为去的时候才觉得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慈悲是超越男女的啊。所以因为大家有心里面佩服证严法师的悲心、操心、压力，承担这个世间的苦难，这一点说实话的，是你亲近他以后，你才去了解的。所以我记得我今年年初，我去花莲，很幸运他们有安排我去见证严上人，然后呢，他给我讲了很多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我讲说这个衣服啊，这个衣服要用塑胶去做了，啊，不要浪费。这些不要的东西啊，塑胶瓶啊，可以做成围巾，做成背心，做成衣服，哇，送我两套啊！所以我回去就老实穿，天气冷我就晚上拿出来穿，因为给我是灰色的，如果给我黄色的多好啊！因为我是穿黄色的啊，所以但是很温暖，因为呢，证严法师亲自加持呢。啊，所以当然我认为他一心一意的想的这个世界环保怎么办，生态怎么办。我想这一点，我想各位来慈济功德会，来这做了委员啊，做了慈诚队啊，做了核心人物啊，都是因为被证严上人的悲心啊而感动，而愿意去做，所以给我一个很好的希望。为什么？原来每个人都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啊！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
时间会过去的，哪一天证严法师也会圆满成道离开大家。但是就像佛陀也会离开我们呢、啊，但是他留下来的是那一种悲心承担责任，这个要落实下去啊。所以因为我们心里面也有证严法师，就像我们心里面也有佛陀一样，所以我想慈悲济世还是要很单独的去承担苦难，但是在单独的过程里面感动两个人、四个人、八个人、十个人，这个就是慈济功德会我们必须随喜的。你讲这么多人才，这么多钱，钱又不是拿来花，钱是拿来帮助别人的啊！但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参与，都是因为被证严法师按照佛陀的这种慈悲济世人间佛教入世的关怀。所以应顺导师讲一句话非常好，念一下：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工作啊，这个出世的心就是一种不执着世间，这个世间有名望地位好好坏坏赞叹批评，我们叫世间八法。所以佛教里面讲了空性，就是说不污染，出世的心就是一种不污染不执着的莲华心。虽然我们心不污染，但是我们要做入世的关怀。所以监狱也好，社会也好，苦难的地方，而且我发觉很多慈济这些委员、这些参与者，我在他们脸上感受到啊，讲到苦难，大家就很认真了，啊，就是赶快赶快去解决那个问题，哪里有苦难，哪里有灾难，啊，那因为他们的生命的动力就来了。所以我想照顾众生的苦难，你生命才有力量，慈悲是我们生命的出口，这也是我个人出家的原因啊。当然出家有两种，一种是为了个人解脱，赶快消除贪嗔痴，但是呢第二种呢是全然的把生命奉献给众生。所以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那么还有一句话更重要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。请问证严法师苦不苦？苦啊，他要实践这个精神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啊，愿要把解决对方的痛苦成为自己的生命的责任，去承担众生苦。所以叫比丘总带三分病，一个菩萨不分在家出家，你一定要生病呢。为什么？那你才不会忘了众生的苦。但是目的呢，一大早起床就在想着如何帮助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也因为慈济的这种直接快速的方法，就能够号召很多做了很多大事业啊，赚了很多钱却很苦恼的人啊，然后他们开始去折报纸啊，做环保啊，去救苦难。哦，他觉得这个比赚钱还快乐，乐此不疲啊。为什么？为自己在奋斗啊，再多别人在称赞你，那是个压力。但是能够为别人奉献，甚至对方都不知道你是谁呀，我内心很快乐，很自在，很有力量。所以我想证严法师就直接用这个方法，导致了很多人一加入慈济以后，从此以后就做到老了啊。为什么？就一直跑吧，一直冲吧啊，因为这个世间什么不多，就是苦难多。所以佛陀把这个世间用四个字来形容啊，念一下：纯大苦聚，就是纯粹很大的痛苦的汇聚，这个叫世间。不管如果今天很多人移民到澳洲，觉得澳洲是天堂，那就不需要慈济了。为什么？刚刚我们执行长说，我们慈济有六个点呢，啊，想尽办法。哦，原来
你在世间什么地方都有苦难的，都有需要被帮忙的地方。所以只是像我个人，我经常我到很多国家，包括上个月还去雅加达，哇，慈济好大啊！我在想说，你叫我盖个柱子我都没办法，怎么办啊？我有发愿要盖老人院医院，现在没办法，先养流浪狗啊。所以但是无论如何，这要有很大的福报。所以念一下随喜正言法师的福报啊，那是因为正言法师有这个悲心承担，他自然有福报。能够，因为老实说了，六道里面最难度的是哪一道？人道啊，因为三恶道很痛苦啊，很容易度，了解吧？啊，天道他很喜欢佛法，你升天以后啊，他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是做好事；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供养出家人；啊，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受八关斋戒。所以他这天人就天生喜欢护持佛教，啊。当然，阿修罗道很多过去也是护持佛教，只是什么？这个我要提醒各位，很多人很喜欢做善事，然后脾气不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会去阿修罗道，啊。所以阿修罗道就是说，他也很喜欢做善事，但是呢，竞争比较，所以在这种状态，那你就上不了天道，会去阿修罗道。但是慈济人委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大家都会投胎做人嘛。啊，这是慈济的共愿，随着上人呢、啊，一直来投胎啊，一直来服务啊，啊，当然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行的因缘方法，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份悲心比较重要，所以。当然你悲心到一个程度，因缘成熟，那你也会看到一条路啊，哪一条路是最适合自己的都没关系。后面有几个字，来，慈济人间路啊，你在慈济做久了哈，你就会找到人生光明大道啊。但是所以在这边我有必须讲三个事情，因为早上我听翁千惠居士说，我带着他们回向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没回向了。”我说：“我需要你回向功德给我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你慈济功德那么大，回向我一点嘛。”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，你没有回向，哎呦，那这个，而且你可以回向一亿遍。比如说，你早上去帮助一个穷人啊，照顾一个人。你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法界众生，那你知道众生无量无边，那功德就无量无边啊！回向就像你一滴水把它丢在太平洋里面，整个大海里面都有这一滴水的成分。所以我经常要跟我们，像我，大家都知道海涛法师不做人的事，都在做动物的事啊，乃至呢都在超度孤魂野鬼等等等等。但是我每次跟翁师姐说，拜托把你们的功德回向给我啊，因为呢我需要慈济的大福报大功德来回向给动物道啊啊这些鬼道啊。当然你不用求我，我也会天天把放生超度的功德回向慈济啊。为什么？我认为佛教没有单独的存在，任何佛教徒所做的，你做的就是我做的，所以任何一个道场的精髓都是我们的佛法，一切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，不分宗教。所以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啊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回向，念一下，彼此回向，彼此随喜。所以别人做的好事我们要随喜，自己做的功德要回向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没做到的要发愿。所以这三个各位再做一次，来，自己所做功德要回向众生，别人所做功德要内心随喜，
还没有做的功德要发愿。所以我们刚刚在车上发一个愿，哇，在雪梨开个素食馆好了。他们跟我说这边没几家，那这个太好了，这边市场那么大。但是家家餐厅都有卖荤食，但是荤食里面也有素食了，但是纯粹素的我认为一定有，但是只是不像我去温哥华、多伦多、去纽约就很多很多，特别纽约的素食还真好吃啊。所以一般说台湾的最好吃，但我去纽约也吃到好吃的，我去温哥华也吃到好吃的。为什么我会讲这个？每次我走到哪里我都问人家，请问你这边有素食店有吗？请你介绍我哪一家最好吃，我一定要去吃吃看啊！不是我贪吃，因为我每次去吃最好吃的，我就会把这个味道布施出去啊！因为我每天在念啊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好吃啊，供养你啊！所以，当然我认为素食做的好吃也是慈悲嘛。但是，澳洲为什么吃素的那么少呢？可能澳洲动物太多哦，所以大家就吃肉多。但是我想各位讲慈悲必须从自己的嘴巴做起，是吧？然后呢从自己内心做起。所以念下来，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这一点各位要相信。因为有一天澳洲什么不多，就是鸟多，所以有一天啊，佛陀跟阿难走在路上，天上有一只鸟飞过去，然后佛陀就问阿难说，阿难啊，你知道那一只鸟跟你什么关系吗？阿难说，佛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佛陀就说了，阿难啊，你把地球上的所有东西，花草树木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合起来算有多少片？阿难说，佛啊，算不完。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说，阿难啊，天空飞过去的那只鸟，生生世世做过你妈妈的次数，超过整个地球切过，变成百千万片的好几百万倍啊！阿难啊，你相信吗？啊，阿难那时候一思维就哭啊，真的吗？佛陀说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看到的天上的一只鸟，地上的一只蚂蚁，水里面的一只鱼，做过你父母的次数。没有办法算计，你要用这样的心去感恩众生，去对待众生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佛教要我们相信的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。那这些父母在受苦，我怎么可以享乐呢？所以我在家很喜欢讲一句话，爸爸妈妈没吹冷气我不吹，爸爸妈妈用不了好东西我不用，因为所有都要先供养父母。还有一个愿各位要发，生生世世绝对不要比爸爸妈妈早死啊，因为会让父母很苦很苦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，他选了一个最爱他的妈妈摩耶夫人，然后他不让摩耶夫人痛苦，因为他妈妈生他七天摩耶夫人就往生了。人家就问佛陀说，你为什么要选摩耶夫人？他说，我绝对不能让我妈妈看到我出家的苦，不然我的妈妈心脏会裂掉了啊！所以那我想当然呢，这是各位要发的愿。那讲到愿，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善事，你都可以发任何一个愿，包括拜佛啊、供养啊、去慈悲啊、去救苦啊。那你要把这个功德除了回向法界众生同样得到功德，然后再来你就要发一个善愿，然后这个愿将来一定满愿。所以每天你都可以发很多很多的愿。所以因为这个世间，那这个愿目的还是帮助那个苦难。你发觉现在公园很多老人很痛苦没事干，那你就要发一个愿，我如何让这些痛苦孤独的老人快乐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以后你就会很会讲笑话，然后呢你就会天天去公园，每个老人都很喜欢你，因为你
发了这个愿啊，像我有发一个愿，我现在说没办法照顾老人了，我就发